的一天，为某男孩终结，现实转变多少优点，为什么当作很腼腆，明明想讲为何内敛，曾很在乎指点，用十年自愿，用十年自怜，我要是留恋讲一句，为冷静缘分一段，明日陆续发展，一声分手太过易，只差一点勇气显示，能够保释出爱意，便想一辈子，一声不讲太幼稚，苦意又如何启齿，纵是付出一番心血，做最坏事还值得再三三思，直接地告知。